世界在一产五里园风景名胜区，是这个高景区里边呢唯一处以水为主的观光游览区，以高峡平湖的特点著称于世，因背靠佛教圣地宝峰仙山而得名。总面积呢有274公顷，湖长2.5公里。俗话说山有多高，水呢就有多深。这个高峡平湖呢位于海拔438米，相对高度85米的半山腰上，只有与水山泉水和地下水汇聚而成的。主要的功能呢有防洪、灌溉、旅游和发电，而且呢因为水质特别好，稍微加工之后还是附近居民的饮用水源。所以希望咱们船上的朋友一定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爱护好湖平面的。